个这谁？那这边一小节的时候，我用 slow down 嘛，对，嘣，叭嘣，叭叭嘣，叭嘣嘣叭，然后经常发，回到哆，在哆来咪嗦，咚，叭嘣，叭叭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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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子，所以。老师看得懂，但是要叫我们运用的时候，那对，要花时间，要花时间了。然后你在这个左手，然后再加右手填音嘛，对。那我现在左手不，左手都，哎对。那我现在左手，因为没有右手依靠，我变成刚刚还是要规规矩矩位置打。这样练好像会觉得练很起。左手啊，单独。是啊是啊，很好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看这个很简单，你嘴巴一填就左手贝斯就打不出来。重点是这一点了、啊。很看起来很简单，很难打的蹦。可是我从头带都用low down打。如果你传的刚才那个老师单手，不会传啊，他或者没电他都会传上去。我通通传啊，反正重要的不重要，我通通传，你们自己去看。每次看老师弹到弹手手都搞不清楚，对，手手什么？到底老师在弹什么？但是有一个要领，就是把每一种拍子啊，尤其是巴萨诺瓦这边弹好，收缩弹，就收缩，比如说嘣，叭叭嘣，叭叭嘣，叭，这弹好，然后综合起来之后，那时候心中要那个就凑起来就可以了。所以有时候在收缩里面就也把它弄上我们巴萨的那个叭的那个。对对对，那个点啊，咚咚，咚咚，这样。老师也是用感觉去弹。也不是感觉，心中要有那个拍子啊，心中。我的意思是，所以石头说，什么时候该弹什么节奏，都是用感觉去加的吗？没有啊，什么歌就是什么节奏啊，像上把。你刚刚那个是有两个节奏，一个是那个 low down， 一个是。那 low down 也是石头说的一种啊。石头说。low down 也是石头说，是一小节。帅也是石头说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low down 也是。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可以混在一起。当时就是要混在一起、啊。瘦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尤其是瘦啊，是最重要的。这是最重要的，嘣嘣叭叭，嘣嘣叭叭。对，就是说，这是每一个点都打的。对对对。另外一种，我不是讲过，一种是这个是什么点都打的嘛，稳稳的打。另外一种，这个是没有附点的。这没有附点，但是呢，这个是等于说把那个嘣呛。恰碰，另外是嘣嘣恰嘣嘣嘣恰，一个是嘣恰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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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个是嘣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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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那你这个你只要弹得很熟练了，它有这两个可以混在一起。哎，对对对，全部老师是全部全部对凭感觉，对，我就说你凭感觉，对凭感，到后来是凭感觉，对呀、啊，不要急嘛，慢慢来。那你们讲，那你就这样，没有没有，就是时间的累积了，时间的累积。夸下你，叫你夸下。缘分在看你们，你们听众都有听。然后再加上右手填音嘛，对，这样。老师只讲了一分钟，那个要练十几年。对啊，要练很久。